我想一辈子陪在我的父亲的身边，我不想等到有一天真的我们两个分开了之后，再也永远都见不到了之后我再去遗憾。时间倒回到我爸妈刚认识的时候，在大学，每个人都清楚嘛，在大学肯定会有浪漫的爱情，于是他们结婚了，然后有了我。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，去年暑假我就是在吵架的时候，我把我爸后来娶的那个阿姨给打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她给打了，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很恨她，我觉得她就是一切罪恶的来源，我觉得我打了他，我把他赶出这个地方，我就可以让家回不到原来的样子，我把他脸打肿了，就两下就把他打肿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那么生气。谁砸你门？除了你还会有谁？我哪知道谁会砸你的门啊！够了没有？看什么看？谁喜欢看你？你看你穿这样耍流氓吗？全都是女生，你知道吗？叫你管！我真的是懒得管你。快点快点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哇，大哥好身材呀！神经病！哎，是不是你打的门？刚刚有看到是谁在打我的门吗？家里人都跟你讲过了吗？哦。作为刚刚从国内来的预科生，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？就是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讲的我们听不懂，而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发问。我们今天重点来学学该怎么样去发问。哎，李阳，那个，加 log 下面那个什么哪一个？我看不清那个。意思是你姐。啥？意思连你姐。哦，对不起的意思。我读一句，大家跟我读一句。伊兹维尼杰，伊兹维尼杰，я не понимаю, я не понимаю. Повторяйте еще раз. Повторяйте еще раз. Пожалуйста. Пожалуйста. 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Повторяйте еще раз. 看那个怪人。同学们注意，看这里。伊兹维尼杰，伊兹维尼杰。妈，能不要吵啊！我在睡觉，你没看到吗？伊兹维尼杰，я не понимаю。伊兹维尼杰，я не понимаю。Повторяйте еще раз。Повторяйте еще раз。奇怪，那现在不是更奇怪吗？他平常在教室都不说话的，现在居然跟小动物。哎呀，我看他不光喜欢这个动物，我看呀，他这狗是大大小小的，千奇百怪的动物他都喜欢。哎呀，太奇怪了！你看，咱俩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，走啊！宇轩，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小动物。是啊，我也养了两只猫。改天到我家来做客。再说吧。这狗好漂亮，估计得$200，对不对？喂，那个，我没钱了。你看着给吧。我过得好不好？
你说呢？你别给我提他，你管他给没给我干嘛？你现在知道关心我了，你以前干嘛去了？你如果早知道关心我和我妈，我妈能走吗？行，好好好，我不跟你争，我不跟你争。我们来说说，以前在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和我妈的？如果你不在外面去挑三拣四，去招三惹四，我妈能走吗？对，我混蛋，我混蛋。可是，你有真的在乎过我和我妈的感受吗？对，我是你儿子。可是你配做我爸吗？你配吗？和他说，和他说，有进步啊？很好，很好，进步很快。你在看他，你要想跟他聊天吗？是啊，我一直想跟他聊。我发现他改变了很多。他改变？昨天我听见他给他家人打电话，然后打的是不可开交。老师，如果上帝包容他，他也不会包容上帝的。算了，你忙吧，我去找他吧。再见。轩，怎么一直没来我家做客？上次在市场看到那只狗，买了吗？我宿舍现在养了只猫，它让我感到很舒服。听说你的吉他弹得很棒，这次比赛参加了吗？我吉他被我砸烂了。你的手没事吧？不如我帮你借一把，反正音乐学院我有很多的朋友。不用了，老师，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兴趣了。那太可惜了。如果你改变主意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想办法。老师，如果你是我爸，该多好。我真的很想听到你弹的曲子，来我家做客，打给我。在这里，我随便走走。你经常过来这里跑步？是啊，偶尔经过这里。啊，我很喜欢这里，我觉得他很像一个人。谁？像我爸爸，其实也很像我。心中有想法，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。雕像给我的感觉是外面有一层厚厚的壳，可内心的痛苦没有人知道。其实我很能明白这种感觉，我原来也是这样啊。我没有妈妈，我爸更是不管我，我自私又孤僻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做朋友。直到我遇到一个人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经常带我去教会，他给了我很多温暖，我才慢慢的好起来。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关注，被接纳。我相信宇轩也会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也许是我们。他的吉他弹得很棒，只可惜前几天跟父亲吵架，把吉他摔了，手也划伤了。此时的他更需要我们的关心。如果真的现在要跟爸爸说一句话，我想说，爸，对不起，这么多年让你失望了。爸，我会给你做一顿我能做的最好的饭。
我做的并不好吃，但是我真的我在国外读书快两年，我也学了不少菜，我也想给你再做一次。以前做的错事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原谅了我，因为你爱我，但是很多事情我没法原谅自己。比如说我曾经跟你动过手，我离家出走过，甚至我还跑到外婆家住了一年多，但是真的对不起爸爸，我下次回国一定跟你道歉。爸，我爱你。谢谢你的关心和鼓励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这把琴是你花钱买给我的，我会尽量。好了好了，马上就要去比赛了，现在就是要专注的去比赛。我会努力。加油。那我进去了。